花，祝贺你们开心大吃花。没按照你这个属性，大哥饥饿迷赖退下。来，我也不注重形象了。好，吃吧。饿不到了，快吃炒面。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感谢老师对我们指导，对，好，谢谢。我们明天看我们成绩。好，来，加油。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挺被期待的吧。首先是从就是评委那一块吧，我感觉对我们期待就很高。这次的挑战可以说在小品界里没有，从来没有的。就像上次我让他做一个大舌头，做女。因为以前在小品界上可能没有一个是女人去抓大舌头，这次我们又做了大胆的尝试，很成功，非常成功。我们的目标还是能够第四次站在那个最高领奖台上。这次我们要为了我们的梦想，为了我们的目标，为了我们的荣誉，加油！我说你烦不烦？我不就是喝点酒吗？别墨迹，再墨迹咱俩离婚。哇，不行啊，你不可能跟弟妹这样讲话吧？有些事儿你不懂，你走吧啊，你走吧，别管我。你冷的往哪儿瞅呢？这得让怼我身上了，这要怼大卫星上，你都赔不起呀！磨叽啥呀？是啊，磨磨唧唧，赶紧救人去吧！嫌我慢是吧？来，你快，你打头，你打头。不行，姐呀、啊，我左眼斜，帮我瞅右边啊！非你的得了！姐，我倒！什么玩意儿？有障碍，我是不是怼卫星上了？你是不是梦着卫星了？啊，你碰人上了？啊，哎呀，妈呀，是他呀，是他姐。哎，等会儿，咱怎么救他？是劝还是吓？姐说，就你长这样，适合劝吗？吓吧，明智。嗯，地长，地长丸，地长，地长丸。哇，把脸转过去！我喝这么多年酒，我没吐过呀，我看你一眼，给我干吐了。我都吐习惯了。我跟你说，刚才赵静把自己都干吐了。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天使？我看你像屎。B 超啊，你嘴还这么损呢？你们认识我呀？我是小光啊。我不会饼吗？啊，不对啊，这俩人多年前因为喝酒一架。对呀，喝这边来了吗？啊，那我在哪儿啊？梦里。哦，梦里啊。那我再睡会儿。起来。咱仨可是最好的酒友啊！你忘了酒友？哦，对，那你们两个怎么变成这个模样了？还长出两个小翅膀？这东西能飞起来不？我使点劲儿能扑腾两下。我能飘着，咋还不一样呢？那当然了，这是按酒量和驾驶技术配发的。我以前多能喝呀，喝完酒开车就找飞一样的感觉。这回好了，飞大，一下飞这边来了。我以前喝酒开车不都好漂移吗？那漂狠了，上这边天儿飘着了，挺有意思的。你看，你爱咋飘咋飘，你想咋飞咋飞呀、啊。
好啊？啊，你是不是傻呀？是个傻你。哎，啊，鞋扔的这儿呢。你以为天上不堵车呀？啊，就你那驾驶技术，喝完酒来回乱窜，废了。看你光哥没？那不就前两天玩帅吗？漂移跟人怼上了。怼啥上了？流星。别提了，那大流星啊，平拍过来的，给我怼的直冒火星子。差点给我怼平变 logo。再打上六个字：中国喜剧力量。哎呀妈，那你还火了呢？哎，你们两个在这边过得好不好啊？别提了，我在这儿负责清扫太空垃圾。我原来喝酒得哪吐嘛，现在罚我扫马路。我比他还惨呢，以前我喝完酒不爱耍了吗？一耍了就摔酒瓶子，现在好了，天天吃玻璃碴子，那玩意儿吃多才差心了。我的妈呀，这么惨呐、啊！知道这叫啥不？冲动的惩罚。碧桃啊，你是讲究人，过来帮我扫扫垃圾了。我看就算了。对，够意思，帮姐吃点酒瓶子吧。拉倒吧，碧桃啊，你喝酒开车不像开火箭穿吗？上这边随便穿吗？对，照你那穿法啊，咱仨早晚得见面。来吧，咱仨还能斗斗地主啥的。来吧。我不去。我都已经成家了，我还有个爱我的老婆。放开我。放开我！太恐怖了！喂，老婆。喂，老公，你别嫌我烦啊！你少喝点酒，我和儿子可都在家等着你呢。记住，喝酒千万千万别开车，平平安安的回来啊！老公，我们爱你。老婆，谢谢你。我以后再也不喝酒开车了，我现在就走回去。我醉了，老婆，我爱你，老婆，我爱你，老婆，我爱你。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也贼拉拉的爱他们，谢谢。沙溢老师又露出了不一样的那种喜悦的笑容。首先作品的创意特别好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作品。我觉得真的是看到了他们的表演日渐成熟，非常好。谢谢老师。谢谢沙溢哥的点评。你们的表演就是一个很喜剧的一个外衣，然后一个很搞笑的一个外套，然后里面包含着一个很深刻的利益的一个盒。就是你们每次出来的小品都会让我们联想到很多。我觉得那个曲大哥，你和那个瑞雪的这个你们俩这个配合哈，是因为有好默契，我这感觉真像两口子似的那个哈，感觉像夫妻档那种默契哈。马超的他的这个，因为他年轻嘛，然后他也是个帅哥，所以他也在找到他的那个方式。我觉得他找到那个方式，包括你刚才最后那个结尾那个还非常感人，就是其实就是说，也很动情啊。然后就是说，有没有那种冲动在现场，你也跟他说一句“我爱你”了？哎，请问一下王导，上次对我香姐说我爱你是什么时候？那个，我记不清了啊，你还记得吗？在现场表达一下吧，正好老婆在这里。我爱你，老婆。哇，应该把那首歌也配。这三遍是一生，应该比一生大。对。好狠啊！沙里太狠了。我爱你，老婆。我爱你，老婆。谢谢三位评委的精彩点评，谢谢。能够理解到我们这个组合的团队的力量的伟大，就是但是打心里面觉得
一部戏里边没有一个小角色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，每个角色都是相互依托的，都是相互依赖的。